好航回家，差点上气了。可以，等一下好会停下来照相。你看那美女在打了哈。光我嘴大后悔。哎。阿龙哥卡嘞，今年在爆发处卡拢开袂到哈。哎，两手做伙。阿龙哥你哪？光我来就太夜班啦。哎。阿个包跑完吼，今次拢做讲完，甲你贺威完了哈。那个苦林树的花，哎，这苦林树啊，第二只遐就是。牡丹花哈，小臭困头是阮的名哈，是当村的功德庄。哎，干妈仔，你这是什么小城海吗？哎，这是金干妈仔哈，啊，这间就是金干妈仔公司哈，伊讲咧做这干妈仔的。哎。收过了了苦灵子，当用规丛拿金红。好。哎，本头阿生跟本头阿嫂哈，就是那像阮家守护神同款，那像土地公、土地婆安尼。好，你看本头阿生，好，那像太阳安尼哈，非常的博爱，爱就讲欢迎各位到此一游哈，安尼感恩欢迎安尼。啊，你看本头阿嫂伊就较避暑，伊安尼哈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好，万事如意，啊，心想事成啊。我叫你，你今天等几天？在感受是啥物？台湾故乡。好，这个是他们家的老家哈。他主要就是说学校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场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乡田村，自己校内有一个乡田村，所以希望能够营造一个传统的一个农家景致。那这个区块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刚好有同仁他假日来看过，那拍过照片带回去，我们都很心动。那今天刚好就是借着期末的一个机会，那带着同仁们来做自强活动，一方面也是一个学习之旅。来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就是说，有机会去看看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我发现到今天这样来走完之后，老师们其实都很惊讶，就是每走一站都有那种惊叹的声音哦。我们要学习，都会跟我说啊，像这个要学回去，我们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因为这个社区里面的很多东西可以感受到，就是社区的民众其实他蛮，就整个社区的总体都做得蛮好的，那所以让我们感觉哎，就这个社区很温馨。那大家其实就是说，同样有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规划、去经营的时候，那我们也觉得啊，很想搬到这个社区来。嗯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校长，谢谢哦。好，大哥。哈哈哈。就买饮料，大两杯，看。